球，他要推球了。打撞球你，对啊，十磅，这还蛮重，很难弄，这很难哎，用丢的，用丢的，我们是节目，不行的，不用这样，我们不是选手，我们不是选手。你会叠那个什么？哎，好滑！叠球，哎，叠球，哎，我手上有飞叠球，飞叠球，叠球，哎，怎么样？刚刚是飞打出去，是这样讲的，对，真的，代表你，然后还很人也飞出去，还超直的，对，我人也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扑嘞，哎，好痛哦，很油，很油。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都认真起来了，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刚刚的表情跟现在的表情？你们。少获益的人，对，至少获益。你侧滚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球帮你，然后你就侧滚完之后拿了球丢。你刚刚没有那个厉害的，我会生气啊！像谁都很强哎，副帮的好容易生气哦。没有，跟你们没有关系，纯粹只有我，个人的，跟合约没有关系哦。没错，还有谁了？来，看我表演。我们请我们的慈妹，骨架好小。回来，好有，他们都不听我们的话，听话的话就不会这样。你看你刚刚多听话，多棒！我们很棒，帮你，我们是真的去帮你，你真的从这样子，哎呀。你们看，你们刚刚不听话，是不是全部都洗勾？他们不敢反驳。不是，是真的为你们好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猜测？耳朵关起来。我们被月哥影响很大。我们被影响了，我们耳朵关起来。你买了这个之后，长命百岁。失效了。我觉得我们被影响太大了。而且你已经快要到悬崖了啦。你要掉下去。洗脑选手。有，直直的。你很球啦，有啦。真的，刚刚是八个，好气哦，好气哦，四五三个，要大招啊，大招吗？然后很久时间，那个风的那个，你头顶然后丢，不用，我。哎，我如果我这样乱来，会不会输？会哦，会哦，我们差距没有很大。会的。那你要十中也可以啦。你先认真打一个，你怎么样都能中。他们说我先认真打一个，然后再用随便。不能听他们的。他们是我小部队的。有哎 ，excuse me。哎呦，从这里丢是不是？哇！哇，认真。哇！哇，好认真。好强！先来大招了吧。这样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还要秒哎！不要怎么秒啊！可以，大家看到，好像可以耶，是动力哦，这是才艺了，这已经是才艺了，先才艺表演，好，可以，还要有哎，哎，才艺表演，才艺表演啊！花式保龄球，对吧？每月各一点掌声鼓励，好花哦，没的，哇，超值的，超值。哇，还有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但是不是很值？没有洗，我们来洗。